银饰戒指经过打字、高温火烤塑形、客制化精工，提升产品价格。橱柜里各式造型全都出自更生人之手。更生保护会提供场地，聘请专业老师，教更生朋友学习一技之长，重新与社会接轨。要复归社会，最重要的其实第一个是就业的问题，第二个是他的一个居住的问题，第三他的家庭的一个支持，第四一个社会接纳的一个氛围，这四个是最重要，而其中他的就业是重中之重。前头路啊，后头路稳定的家庭主人就开始歪了，啊社会看到这個，社区看到这個嘛，刚刚讲哎，这人是过去的人生小小寡寡的一个失落，嘛是会够起来嘛吼。更生人服刑期满后，常因为年纪大、低学历与负面标签，很难再投入职场。更保会长期辅导更生人就业，但很多因为缺乏经验，导致创业失败。因此，今年主动和全台多家厂商签订合作计划，提供更生人健全的就业保障，为日后创业做准备。有一个工作的保障，好，还有收入的保障，再加上劳动条件的保障，他们可以安心的在这个事业群里面啊，来工作，到一个成熟的阶段的时候，再出去创业，这样成功的几率会更高。从进口，然后挑豆、晒豆，然后包装，哦，全部就是交给那些学员，让他们有机会有一技之长，有一天他们可以拿他一技之长，然后回归到社会。过去也是更生人的吴明习牧师，用自身经验鼓励有心重返社会的朋友，经常媒合工作，让家属看见更生人的改变，重新成为家庭经济支柱，回归正常生活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